先先把酒吃完，我下汤。今天是9月2日，中国的中元节，俗称鬼节。今天虽然这个中元节是汉族人过的节日，但是现在连海南这边的黎族人，包括他们也过这个节日。昨天晚上很多的人都开始烧纸了，祭奠活动吧。今天很多大部分的就是人都会不出海了，看海面上现在几乎看不到船只，都没有。我们整个的俱乐部今天其他的船只包括船长他们都不出海了，全部休息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21世纪的新人类，我们应该就是科学的面对每一天吧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恰好是出海的一个好日子，所以就是中午的十二点的时候选择出海，出来很顺利，包括是风帆啊，包括这个都非常顺利。所以现在我们正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一个人，看一下船头船尾，就是依然是一个人。今天是第五次出海。别人肯定会说，这么晒天气，你中午12点出来不嫌晒吗？我觉得因为我带了那个晒黑油，我打算到那边到海中央的。到那边就是几乎看不到岸的时候，在这边可以身体360度无死角的晒黑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主意和不错的一个时段。这个时候正好海上也没人，所以非常好。现在把镜头切过来，你看一下，这边是我离岸的地方，离岸的地方，对，已经兜了一个圈。然后那边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海棠湾，也就是三亚国际免税店和那个叫星级酒店度假区都在那边，对，都在那边。然后我们正前方，我们船头队的方向是无蜘蛛岛，现在我们马上就离那边也不是很远了，对，也不是很远了，对。然后往外边就是整个到外海了。所以你看一下现在整个海面上的情况非常的平静，基本上没有我们目光所及是看不到船只的，对吧？看不到的，所有船都停了。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平静的一天，在这样的海上晒晒太阳，然后吹吹海风，感觉是很不错的。漂浮在海上，仰望天空，让牙齿也晒晒太阳。这一刻，让我感觉内心异常的平静，欢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在这片蓝色的海域，给予我良多的灵感和认知。它让我青春焕发，像一个17岁的少年，单纯而美好。此刻，我将这份愉悦之情送给屏幕前的你，希望你收到时也能感觉到大海的气息。先生们，女士们，我加汤。刚才我做了在海面上第一次做了2个小时的直播，晒得特别好，对，给大家第一次在大海上直播的感觉，非常的棒。因为很多人没有时间到大海里来玩，也没有时间来玩帆船，所以说我用这种直播的方式给大家，让大家在千里之外能够感受到这个大海的魅力和大海的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你看今天海面上依然没有，现在到现在为止海面上依然没有船只，对，现在海浪有点晃的有点大，对，我调整一下航向，现在有点
有点这边的雪有点大。可以了。OK， 今天是传统的中元节，我们应该用文明的方式，进行一些传统的这种祭奠方式，用文明的方式来祭奠我们的故人。好，在节目的最后，在今天的这个视频的最后，我祝所有的朋友，每一天都开心快乐。谢谢你们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作品，请关注我，点赞、评论以及转发，我会记住你们的。祝我们好运！好吧，我现在要返航了，拜拜。把前帆打开，对，我们要走了。OK， 可以了，结束了。我们要把这个帆收起来。可以了，速度起来了，速度起来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去。可以了，现在速度整好，航向也整好。OK， 飞走了。刚才完成了晒黑。欢迎你们到海上来做客，飞走吧，谢谢你们。OK， 你走了。通常在中元节的晚上，会在自己的家门口和路的两边点上蜡烛和和香，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习俗。看，都是这样子。哇。